姐姐。各位同事，我们热烈欢迎林氏集团的方总来公司视察。往下坐吧。方总上回提出来，我们要加强业务人员的联系，所以今天我们这边所有接触到林氏集团业务的同事们都到场了。简小姐呢？哦，她犯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，公司必须严肃地处理她，不再让她做跟单员了。我这里只负责生产部的茶水，贵宾室那边会有人接待你们。来一杯咖啡吧。咖啡机坏了，现在只有您不喝的速溶咖啡，纸杯供应。也行，我就要三分之一包糖。稍等。谢谢。贵宾这次来砍价成功了吗？啊，辛苦啊，痛苦。不过成功在望。如果我是业务员，我才不会让你成功呢，而且还会涨价。为什么？以后再跟你说吧。现在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。更重要的事情？切水果。对啊，砍柴的人柴最重要，挑水的人水最重要，切水果的人当然水果最重要了。谢谢。怎么了？烫到了吗？没有啊。怎么样？好喝，要不要来一口？不用。需要帮忙吗？不用。给你变个魔术啊！啊？远看是个苹果，近看是个苹果。对吗？啊，苹果是个苹果，实际是个花朵。你看，对对对对对，像扑克牌，来发牌发牌。想要什么牌？随便，先来一片吧。啊，你快走吧，我要被骂了。